是小超，我是阿天。你这月不是有480块钱吗？你怎么知道咯？哎，你总共怎么知道拿出来花？哎，哪有什么钱，我这个月买鞋都花了380了。那这样我不收你的钱了，你的鞋子跟我分享好不好？那这个可以。你看我六块地都在这里了，我们来猜吧。好，那先来为你们的破产姐妹点个赞吧。哇，这个生命钉一定是个漂亮的，我就来试一个吧。这高度得有15厘米吧？我这什么鞋？奶奶鞋。破产姐妹破鞋秀。哇，穿上去你们就是大鸡腿，不灵不灵，闪到眼睛。你看我这多好看，你看你那奶奶鞋。我奶奶鞋怎么了？我走路舒服呢。你美你美，你有本事走一个试试看呢、啊。我就走。啊，有人要获奖了，要快了，要快了。哼，继续。啊，我是爷爷鞋吗？我是小仙女鞋。来。破产姐妹破鞋秀。我这个自弹磨风门耳，超舒服的。你看这么软，我不喜欢还可以送妈妈呢。哼，妈妈才不稀罕你这个鞋呢。看我的，我这双才适合拿去送给妈妈。柔软舒适，跟裙子简直百搭了。我还不信了呢。我这鞋比我的脸还大，毛茸茸的，挺可爱的。走开走开，看我这能搭配洛丽塔的小皮鞋，高端有档次。破产姐妹化鞋秀。你看我这清新的小皮鞋，是不是又可爱？